凤凰传奇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是一个非常传奇的组合。这个组合只有两名成员，林花和曾毅。不知不觉中，两人已经合作了15年了。在这15年间，两人演唱了无数经典歌曲，《月亮之上》《荷塘月色》等都是红遍大街小巷的金曲。很多网友都非常好奇，林花和曾毅演出拿到薪酬之后会怎么分配这笔钱？有网友觉得这个组合中林花付出的更多一些。有时候一首歌唱完了，曾毅只有几个和声，可是林花和曾毅却并不这么认为。他们出道至今拿到的所有酬劳都是平分。虽然舞台上的主唱是林花，可是背后曾毅也默默付出了很多，才有了两人台前的风光。而且凤凰传奇是一个组合，这个组合缺少了谁都不完整。对他们来说，彼此就是最适合的搭档，而且两人合作了15年，感情早已深厚到媲美亲情，自然不会因为钱而计较。对他们来说，友谊远比酬劳重要。因为林花和曾毅关系亲密，还有不少观众误以为两人是夫妻，其实他们只是好朋友，而且各自有自己的家庭。